真的是很舒服。我们猜一共多少钱？衣服都是这样子的。看我今天的这个打扮，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对，今天又是要带我妈妈。哇，妈妈好可爱，是一个小女孩。我嘞，我就是什么岁数也不是的人啊，啥？我是一个外来的人。看我们穿的还蛮小贵妇的样子，带我妈妈来体验一下贵妇的小生活，也是我们平时都不会去的地方啦。你们别以为很像所有那些网红啊都是很有钱，我们是普通的市民而已。所以如果是要去那种高级餐厅呢，可能真的是九九一次这样子啦，或者是有特别的一些节日这样子才会去。所以今天就是那个特别的节日，因为有特别的人物来到这里，所以这么重量级的人物肯定要带他去一些重量级的地方。这整个星期呢就是母亲节的星期，可以说我们这整个星期就是在帮我妈妈庆祝母亲节，这样子就对了。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然后我们会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高楼，看着漂亮的风景，吃着漂亮的烛光晚餐。会有蜡烛吗？没有，等一下你们看到就知道啦。你是我重要的贵宾。你要试试看吗？This one is much more lighter. It's more to cherry and easy drinking wine. 它是比较淡的，然后它是cherry 口味，然后是比较顺口的。是，很顺。Thank you. Thank you. 妈妈叫了这个 Love Story 鸡尾酒，好喝吗 ？Very good. 它里面是有桃子，有 rosemary gin， 然后还有蛋白。然后还有 grapefruit 巧克力，对，所以它就应该是甜甜的，是吗？然后我的呢就是这个 Assam Boy， 那么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有那个酸柑，然后还有酸梅，然后里面呢是一个果汁番石榴，酸酸甜甜，这样很好喝。就快就行了。我在等你放进嘴巴，好久了。我那时候你在拍我。好久啊！我吃个不知道呀，那叫什么？扇贝。扇贝是那里面有珍珠的啊。啊。下面肉吗？对呀、啊，扇贝的肉。这个。哇，肯定很珍贵。肯定很珍贵。你怎么好像带辣椒？这服务员唱歌也太好听了吧！我起鸡皮疙瘩。对呀、啊，这怎么造成的？怎么哇！你看我妈妈，我妈妈一直笑，她讲她的这个酒有点嗨了。阿妈有点疯了。阿妈有点疯了。我妈妈刚刚差一点就要晕倒，因为她喝醉了。她那个鸡尾酒啊，她说那酒精应该是很浓，所以她一下子就上头了。然后刚刚拍照拍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整个眼前有点黑，然后她又想吐，然后刚刚就上了厕所就好一点了。
然后结果这个人我又没有喝到有酒精的酒哦，大概喝那个白葡萄酒，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又贵是吗？反正我想要的感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了，我岳母很嗨，你就好像喝了一个寂寞呗。对啊，我想再要一个我岳母喝的那个酒，我想感受一下那个酒精。我妈妈刚刚呢就坚持不要吐，你懂为什么吗？因为那么贵，浪费了。我跟我妈妈讲，妈妈你不舒服，你要吐出来会比较好。我妈讲不要，很浪费。好，我们已经安全到车上了。好啦，我们先公布一下我们今天吃的。我们是叫了两个 sharing platter， 可以说是海陆空的动物都吃了，就是有牛、羊、鸭、鸡、虾、扇贝、鱼、菜、饭。我们另外还叫了一个鸡尾酒、白葡萄酒，我跟 baby 都是果汁。那么到底一共是多少钱呢？真真真真，你们猜一共多少钱？一共是985块。其实他在这样的这个氛围，这个他的这个五星级的餐厅，这个价钱我觉得是正常的五星级的那个价钱啊。可是食物来讲的话呢，是好吃的，可是它没有到让人觉得哇非常好吃的那种。好了，他的虾就可能它是烤吧，可是有点烤，有点硬啦。可是它的那个鸭肉啊、羊肉啊都挺嫩的。然后你讲觉得什么好吃，宝贝？你感觉它炒饭，炒饭其实 你去大排档的炒饭会更香、更好吃。爸爸，你觉得呢？还好，还好是吗？对，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吃一个氛围啦，吃一个环境是这样子的。不过它的食物是没有到差啦，对吗？就是好吃的，只是说不是说你会觉得哇，有一个大惊喜这样的感觉没有。然后环境是不错的，整个氛围是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99可以一次啦，然后有这样的体验，对吗？尤其是招待像这个贵宾，我的弟弟。那说到贵妇的生活呢，当然就是少不了做 SPA， 对吗？贵妇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今天呢，我就驾着我的豪车，是，这就是我的豪车，我就是叫 Viva 的贵妇，怎么样？因为我的司机在家要顾小孩，所以还没有跟我们来，所以我就带我妈妈来这里享受啦。到了，就是这一间 Urban Retreat。 那么这一间呢，是我在小红书看到的，有蛮多人去推荐它。那么它主打是什么 SPA 你知道吗？就是 Onsen SPA， 也就是日式的那种啊，竹筒的啊，然后盐浴啊那种。这里我也是有book 了，就是按摩。对，因为太久没有按摩了，我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是超级喜欢按摩的。然后其实我在这之前我还有看到另外一间特别大受好评的那个巴士巴黎式按摩，可是那一间已经爆满了，我完全过不到那个时间，对不上它的时间，所以今天先来试试这一间。 OK let's go。我们可以选择它的那个 onsen 的温度，40度。第一次的话最好是40度。妈妈，你可以选你要的那个盐，它是包括在里面。这个是给美容的 ，for getting baby。然后这个是 for healing， 比如说你像 after work sport 啊，很累了，那么它就会帮你减轻压力那些。然后这个是给放松的。今天我们也是会做这个 massage， 所以这里有不同的这个选项。那么我们就是会选这个放松式的。如果你要那种很像指压力度比较大的，就是像这种的，它是根据你的那个穴位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今天的呢是拿它的这个促销的价钱，因为我们是 Friday to Sunday， 然后促销价钱我们是拿这个279块一个人2个小时，就是有泡澡还有按摩的这个。当然它还有别的，你们可以看看。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做这个 onsen 盐浴，
那么它有不同的这种效果哦。然后他们用的那个泡澡的那个竹筒啊，是这种是吗？都有准备这些用品，比如说像浴帽啊，怕你的头发湿。可是因为他刚刚有说，其实 onsen spa 呢是对你的头发是好的。嗯，这些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梳子，所以都很棒。哇，就是这个，这个就是 onsen spa。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这里呢，你要先洗澡五分钟。对，就像我们看那种日本的漫画里面的样子啊，洗好澡了之后呢，泡了十分钟之后，然后再过来洗澡五分钟，然后再回去泡了十分钟，然后又再过来洗五分钟这样子，然后继续泡。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这40度热水哦，很烫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一直补充这个冷的矿泉水。那如果你是有点不舒服的话，就可以按那个红色的那个按钮，这里也有时间可以给你看，看不到按了，这也是有一些指示，如果你忘了要怎么去进行的话。好的，我要脱光光了。哇，真的是很舒服，真的是这种很久没有这样子来这里放松了，因为疫情过后就一直不敢出门嘛，然后现在缓和一些的时候，哇，久违的这种让身体可以好好的去松懈啊，释放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好。我现在已经泡了大概15分钟，那整个感觉呢是有一点点飘飘的，因为它40度嘛，然后它整个给你感觉会有一点点小晕，所以那就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反复的起来去冲澡，然后让那个可能是让那个体温可以降下来吧。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忘记要一直补充这个冷水。如果是你第一次尝试这个 onsen spa， 那么他会建议你就是用40度的就好。那如果你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温度的话，下次你可以选择42度的。然后我在小红书里边也有看到，就是别间啊，忘了是哪一间，可能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它是有提供情侣泡澡的。对，也是日式的哦。下次我就可以和我的宝贝一起来泡澡啦。各位，这都不是业配 ，OK， 这只是纯粹都是自己的一些体验啊，还有分享。然后那当然，我所有我接过的业配呢，都是经过我亲身去试验过，哎，觉得不错，可以介绍给大家。所以如果干爹干妈们，你们对你们的产品还是服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找我哦，我会先体验看看，然后给大家最真实的这个评价。OK， 怎样啊？烧烧的 ，OK 哦，就热热的。你有晕吗？没有哈。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休息间，就会给我们一些冷的水降温一下。我还以为它是就是白开水，可是其实不是，它是那个香茅。就是我们的按摩房，等一下我们会换上这个像垃圾袋这样的一个纸内裤，然后还有这个他头的要放光。好了，我们要好好享受了，我要脱衣服了，我要脱掉了，等一下给你们 feedback， OK？ 妈妈怎样啊？今天这个舒服了，按摩舒服还是那个 onsen spa 舒服？该是按摩比较舒服。是啊，我也是。然后这是我们的休息间，你看，就是你做完之后，他还会给你一个小蛋糕，然后还有一个热的茶。他是给你我们喝那个姜茶，好像那种红糖姜茶这样子的。可是我们现在要回去吃饭了。
然后我在犹豫这个可以打包吗？今天这整个体验呢是很不错的，按摩那边很舒服，他们是有用一次性的床垫，还有住民说就已经是有消毒过了的。我觉得那个按摩的技师呢，他的力道是非常好的，每一个都很到位这样子，总之就是会让你整个身体得到放松，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啦，就不是说很像那种好像随便按按啊，然后不痛不痒的那种感觉，那就没有。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体验都是很不错的，是很专业的，所以大家可以来 try 啦。谢什么？哟，我客气了。海盐是一种调味料，可爱哟、哦。